大家好，我是 DJ Lai， 目前我在 Oli 工作室是担任 DJ 的部分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当 DJ 的经验。当 DJ 呢，其实你在某些场合放歌的时候，你会得到一些特别的待遇。例如说，你去店家放歌，他会给你免费的酒水啊，甚至有时候可以让你带你的朋友进来。那这都是一些不错的待遇。而当 DJ， 我们最需要什么？成就感。那我有一次曾经在学校活动中心放一个将近800到1000人的活动。那当时呢，我放歌的时候，我中间有设计了一些桥段。那时候我请他们蹲下，然后跳起来，那瞬间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成就感，因为我发现他们非常非常的融入在我的音乐里面，他们对我的音乐反应非常的好。那时候我很感动。再来就是后来呢，我在我朋友的Instagram 上面有看到有一个人拍了我的现实动态，然后在上面打说，无论未来我在哪里放歌，他都会尽力的去支持我。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，但是当下我看到是很感动，我认为我的努力有被大家看见了。那当一个 DJ 最需要的东西就是成就感嘛，你在这时候找到了成就感，你就会想要继续的努力往之后的路慢慢的迈进。那这些东西也是促使我，就是在这4年以来，我不断的放歌，不断的去找表演，最大的动力。Hello， 我是 Adam Wu， 我是 Oli 工作室的发起人，我叫做吴淑怀。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 Oli 工作室创立的初衷。其实，在一开始的想法，我希望把 Oli 工作室集合成为一个所有音乐人、各路人才一起聚集在这个工作室一起工作的一个平台。那从刚创立的初期，我们成真了 DJ， 还有美术、公关，甚至是派对策划人员。最重要，我们摄影、平面这些都其实我们都有在做人才的招募这样子。说到困难，其实我们从一开始2020年的5月份创立以来，那也就是那时候是我们疫情高峰的时候，那其实那时候做起来相当的辛苦，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场可以做所谓的表演的。那其实也是因为老天有眷顾的情况下，很庆幸的就是我们撑下来了。那在未来上面的话，我们会持续的在淡水甚至是淡江大学持续的深耕深化，然后之后有更新的布局，也期待这些布局能与您共同分享这样子。嗨，我是 Alex， 我是 Oli 工作室的创办人，我是李正轩。我平常负责业务内容主要是后勤的部分，很多人都会问我后勤的部分在做什么。后勤大概就是像个妈妈，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，让自己的 DJ 出去放歌的时候会很安心。后勤的部分不只是准备好东西就好了，还要确定准备好的东西是否 OK， 状态是否完善，让他在使用的时候不会闹小脾气。我们工作室有提供出借服务，包含我们整个工作室的环境，还有我们器材的部分。我们有 Denon 的控制器，如果你想玩刷碟的话，我们有 S9 还有 Turntable 可以玩。然后如果你想放歌做直播的话，我们有 XDJ1000 MK2 可以用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透过我们 IG 或粉专，上面都有我们的资讯，或是你直接私讯 IG 也可以，会有小帮手回复。我是淡江 DJ 社团的学生，那我本来就对于音乐跟放歌 DJ 很有兴趣，因为从高中的时候就有在听电子音乐，然后很喜欢 Martin Garrix 这样。原本我觉得放歌，出去放歌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事情，但是因为参加社团，然后来到 Oli 工作室，然后他们常常推派给我很多工作机会，就算只是放个下午茶或什么的，我都觉得很开心。就是觉得大家不用设限说觉得我没办法做到或什么的，只要来这里有个开始，就一定会有一个成果，又有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成果，就跟我一样这样子。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因为我之前都是自己接案，但现在我进了 Oli 工作室之后的差别，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在于资源上，还有能不能专心准备表演这件事情。以往我自己接歌的话呢，我的资源就是我一定要靠现场人家的音响，那我自己带我自己的控制器。可是当我进来这个工作室之后，所有的东西他们都会帮我准备好，那甚至连车程，甚至连交通工具，他们都会帮我处理这件事情。那我就可以专心的在家里好好准备自己的表演，而不用去担心这些事情。而且自己接案能接的数量会比较少一点，可是如果透过团队的帮忙的话，
它可以帮你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接到不同的案子，而不是只有从自己认识的人身旁去接到案子。这是我认为加入团队之后对我带来最大的改变。我觉得这边的设施都非常齐全专业，然后人也很好。那就算可能会觉得说有压力，说一定要表演得很好或什么的，我觉得也不用，就是工作室也可以是一个很多同样喜欢 DJ 同好的聚集的地方。所以我常常来这边就是练习排歌，大家都会给我很多意见，那也让我觉得很有归属感，就是很像是团队的一份子，有一个地方可以尽情讨论自己的音乐。所以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是大学生，然后对音乐非常有想法的话，非常推荐你可以来这边的工作室。关于人才的部分这个问题，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的关注。那欧力工作室从创立以来，一直都有希望非常多优秀的人才来加入我们，一起来做这个音乐这一块。那其实不管你是会放音乐的 DJ， 甚至你对于想成为一名 DJ 相当有兴趣，或者是你对派对策划、美术、摄影、平面剪辑等等都有相当大的热忱的话，欢迎你来我们工作室坐一坐，我们可以聊聊，就是我们有什么具体的合作方式，甚至是你来这边来参考一下，问我们一些问题，交个朋友这样子。那我呢 ，Adam Wu， 仅代表欧力工作室诚挚的邀请你来我们欧力工作室参访，谢谢。